那我们看一下，把这个内部内胆我们简单过一过。来，内部内顾名思义，在另一个类里边定义的类，对不对？在另一个类的里边定义的类就叫内部类 inner class。那事实上呢，大家注意，我们之前其实也用过啊。sorry，哎，没有 sorry 吗？就这儿吧，就这随便写几个吧。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聊一聊为什么需要内部类。有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这儿定义什么嘞？就定义这个电脑吧，好吧？我定义这个电脑 computer 类。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啊，电脑里边的 CPU，其他的也用不着。能理解我的意思吗？你说别的类也用不着，打个比方啊，可能用得着，咱们就说就当不用不着，好不好？就当用不着，别的类也用不着，它只是为我这个类呢，就是我 CPU 呢，就是为我这个 computer 服务的，明白了吗？就是为我服务的。那我就干脆在想，那干脆呢就把它定义到我的里边。有的人讲这有什么好处呢？你定义外面不也可以用吗？好，定义好里边呢，第一。别人呢不能直接去访问我这个 CPU，明白了吗？它从属于这个外部类了，从属于它了，你要通过它才能访问，明白了吗？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CPU 呢可以直接使用它的一些属性，可以直接用，这样呢有时候更方便。比如我们前面也用过这样的例子，比如咱们以前写过一个叫 paint thread 的，还记不记得？啊？记得吧？为什么我当时我大家看我当时定义的时候，为什么把它定义成内部类呢？第一，其他的用不着，对不对？确实别的类用不着，就我那个 frame 类用。第二呢，它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 frame 类里边的 repaint 方法。大家记不记得我是不是直接写的？哎，就这样一个好处，很简单，好吧？内部类两个好处：第一，提供了更好的分装，只能让外部类直接访问，不允许同一个包中其他类呢直接访问。不能直接访问，不是不能访问，是不能直接访问，明白了吗？不能像使用别的类一样直接访问。内部类呢，可以访问这个外部类的私有属性，就内部类呢，可以直接访问外部类的属性，但外部类呢，并不能直接访问内部类的属性，明白了吗？这样呢，我是不是可以随意去调外部类的方法或者属性，包括私有的也可以？有的人说，为什么私有的也行呢？私有属性是不是外部类的一个属性？好，内部类呢，你也可以看作什么呢？你也可以看作是外部类的一个属性，是一个成员。他们俩之间是不是属于一个里边？内部人嘛，对不对？都是内部人，所以呢，可以什么？他可以去访问外部类的私有属性。那么使用的场合提供了更好的分装，可以方便的访问外部类的属性。通常内部类呢，只在什么？只为所在外部类提供服务的情况下优先使用。就是它的定义呢。只是为了外部类的存在，外部类来使用，别的地方用不了，明白了？或者不好用，那我这时候呢就可以干嘛嘞？通过它定一个内部类呢，为我的外部类来服务。比如我定义一个什么？定义一个人，human 人类，对吧？然后人类里边呢有干嘛嘞？有鼻子，啊鼻子是不是只有人存在它才有意义啊？理解我的意思吗？还比如说还有什么？胳膊对吧？arm。理解我的意思吗？ear 耳朵等等，那这些类是不是必须要服从于我的外部类？明白了吗？那么内部类呢，有这样一些分类，我们了解一下，有这样一些分类，那基本上分为两大类，第一叫什么呢？所谓的成员内部类，我们看一眼，还有叫什么？叫匿名内部类。啊，匿名内部类其实我们已经用过好多次了，咱们在定义那个。增加监听器的时候，是不是这么写的？匿名内部类，new 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好，增加键盘，new key adapter 等等，用过了吧？好，所以呢，叫什么？叫匿名内部类和我们的成员内部类。那么成员内部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内部类呢，仿佛是我的外部类的一个成员一样，明白了吗？仿佛是一个成员一样。
那么成员内部类呢，又分为两类，一个叫非静态内部类，一个叫什么嘞？静态内部类。我们的成员是不是也分为两类？普通成员、静态成员，对不对？好，这也一样。非静态内部类呢，就跟我们的普通成员差不多。那静态内部类呢，那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的静态属性了，明白了吗？有点类似于它。好，下面其实还有一个，还有第三个叫局部内部类，这个就不用看了，用的极少，非常，前面再加个非常，非常非常少，你基本上用不着。把这个类呢定义在方法里边，你只要知道说方法里边也可以定义类，明白了吗？也可以定义类，只是呢，基本上用不着，方法完以后它也没了，对不对？用的极少，好吧，用的极少。但是别人问你的话，说这个类能不能在方法里边定义？你只要给他回答两个字，可以就行了。他问你说你定义过吗？还两个字，没有，就行了，明白了吗？因为很少用，好不好？我们重点关注谁嘞？这个我就不说了，好不好？因为已经用过一次了。匿名内部类，这是我们的格式 new 父类构造器形态列表，然后呢，如果你有接口的话，实现接口，对不对？然后括号后面的是什么呢？是匿名类的什么类体，对不对？匿名类的类体，通过这样的格式呢，把它调用起来，既调用然后又定义，定义跟调用放到一起，明白了吗？一般只用于我们刚刚的监听器里边，一般使用这个匿名内部类。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两个类，这个非静态内部类和什么静态内部类，聊一聊。然后这儿呢，我们定义这样几个类吧，一个叫做 outer， 好不好？就表示外部类嘛，或者叫 out class 也行。outer， 然后呢，在这里边呢，我们来分别介绍一下非静态内部类。那么大家注意，成员内部类呢，可以使用这些来修饰 ：private、protected、public， 可以使用它们来修饰，明白了吗？没问题。好，大家看非静态内部类有这样一些属性。首先，我们看一看非静态内部类呢，必须寄存在什么一个外部类对象里边。你就是当它是什么，就当它是一个类似于成员变量这样一个东西，明白了吗？必须要外部类对象存在，你才能存在。外部类对象没有的话，你有没有？没有，明白了吗？所以呢，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好不好？非静态内部类对象呢，什么？一定要单独属于什么外部类某个对象，要存属于某个对象，好不好？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有外部类对象，才能干嘛呢？才能有内部类对象，明白了吗？这是我们的一个小例子，我定义的什么类？这是脸啊 ，face， 什么鼻子啊？简单，要不简单试试吧？咱们还是脸跟鼻子，可以吧 ？Class face。然后在这里边呢，比如说 face 里边有什么属性嘞？哎呀，这样就不好加属性啊。size 好不好？尺寸，哈哈，大脸，哈哈。小脸对吧？长脸、国字脸等等，或者类型吧，不要加属性了。瓜子脸对不对？圆脸等等。好，大家看，它内部呢有个什么？大家看见了没有？我定义了没有？定义成功了吧 ？Class nose 啊，那个鼻子呢有什么属性啊 ？Size，还是类型吧，好不好？鹰钩鼻对不对？某某鼻对吧？等等，这个咱们搞成，来 string 好不好 ？type， 大家来看一看。现在我定义了一个内部类叫 nose。那假如说大家看啊，这里边能不能定义方法？能不能？自然可以啊，肯定没问题，对不对？只是我是不知道定义一个什么方法。呼吸好不好 ？breathe。呼吸好不好？
鼻子来呼吸。然后我们看一看，假如说我要做测试的话，好吧，我测试做测试，大家看我直接 new 行不行 ？nose， 嗯，等于什么 ？new nose， 看报什么错了，好不好？大家看，没事没事，导吧，导完再说，是不是还有错？他说什么 ？The local variable n is never read 什么？他这个建议。啊，就是说我这个实例，他刚才还给你举个例子嘛，看到没有 ？eg 是例子的意思嘛，对不对 ？x 点什么 ，new a， 看到没有 ？when and 什么 ，instance of 什么 face，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调它的话，你不能直接去调，应该这么调，看到没有？某一个对象，因为它这个内部的对象呢是寄存于外部的对象里边的，明白了吗？所以你必须先有外部的对象。才能有什么内部的对象，所以我呢必须干嘛嘞？先有一张脸，对不对？好，new脸没问题吧？没问题吧？好，然后怎么着 ？f 点 nose 对不对？在 f 点里边呢，再 new 它的一个什么内部类，这样我们是不是直接访问到鼻子了？是不是必须通过脸来访问？对吧？一个鼻子的存在，必须要有张脸，明白了吗？好，这样的话，这个内部类呢，跟外部类呢联系更紧密了，对不对？好的。然后，如果大家看，如果我们这么写行不行？这样行不行？是不是也行啊？好，也就是这个类型什么类型呢？是 face 点 nose， 看到没有？是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再打开我们这个。打开我们这个地方，瞅一眼 ，Java SE bin 里边，同学们看，有我的 face，nose 在哪儿呢 ？face dollar 符号 nose 看到没有？也就是说，这个外部的跟内部的名字用直接用什么？用 dollar 隔开，对吧？好，这是我的内部的一个字节码的文件的名字。然后我问大家。继续，咱们继续聊。这儿呢，我们聊非静态内部类可以使用外部类的成员，但是外部类呢不能访问什么内部类的成员。也就是说，我在这儿呢不能干嘛？不能直接去访问什么里边的什么 type， 明白了吗？你不能直接访问。但是呢，我这个里边能不能访问它的 type？ 啊，给我打印一下。好、哦、来我们看一看，有同学哎，这两个 type， 这个 type 到底是哪一个？我问访问我该怎么访问。我这儿 this 的 type 是谁嘞？是不是我们自己啊？好，那如果是我要访问外部的这个 type 呢，写什么 face 点什么 this 点 type， 明白了吗？看一眼，比较别扭是吧？哦，没掉是吧？来，我应该干嘛 ？n 点什么？呼吸一下，掉了没有？掉了吧？好的，所以呢，你自己记住啊，假如你要调外部的什么属性的话，采用我这样的方式来调，明白了吗？外部的名字点 this 点属性名，好不好？内部的呢，可以去调外部的相关的内容。有的人呢，假如说我这儿没有这个 type 怎么办呢？我能不能直接写？能不能？假如我自己没有 type， 能不能直接去调？给它赋一个值，等于20，可以吗？可以吧？对不对？刚刚那个方法是什么呢？是你这个有冲突的情况下，对不对？两个重名了，那你就这么写。如果不重名呢，我再写一个这个属性。face
shape 吧，形状，默认什么脸呢？瓜子脸是吧？好。可行吗？这样，对吧？记住了没有？这个，来，咱们继续。非静态内部类里边呢，不能有静态方法、静态属性、静态初始化框，什么意思嘞？说我在这里边呢，我定义这块能不能定义成 static？ 看到没有？报了什么错？The method brace cannot be declared static， 就是说什么啊？不能被定义，不能被定义成静态的吧？为什么呢？很简单，我这个类呢，它的对象呢是从属于我这个外部类对象的，明白了吗？是从属于对象的。那么类呢是这个 static 从属于谁呢？是从属于类吧？对不对？好，所以呢不行，明白了没有？必须定义成什么普通的非 static 的什么方法和属性。记住没有？很简单嘛，普通成员的这个普通成员内部类里边呢，只能定义什么普通的属性和方法。记住没有？继续，这些我就不讲了，刚刚已经试过了，好吧？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静态内部类，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前面加个 static。以谁为例呢？这个用点不多啊。什么用？以什么为例 ？Air 是吧？好吧，我随便定一下，这个没什么别的意思啊，随便写一下，对比一下。Static class Air， 那么它是一个静态的内部类。那么静态内部类的话，我问大家，它有这样一些使用的要点：第一，当一个静态内部类对象存在，那么并不一定存在什么对应的外部类对象，你可以把我们的静态内部类呢看作什么外部类的一个所谓的静态成员，静态成员它从属于谁呢？是不是从属于类啊？对不对？从属于类的话，那你这个当你这个它存在的时候呢，外部类一定存在吗？可以不存在吧？对不对？因为我是从属于什么？从属于类的，我并没有寄宿在你这个对象里边，明白了吗？跟上面那个不一样。那么因此呢，静态内部类的实例方法不能直接访问什么外部类的实例方法。那我们来看一眼，看这个，看这个理由。比如我这个里边呢，我定义一个方法叫什么呼吸，这叫什么呢？ listen 是吧，听。好，我在听。好，这个听听，那么我能不能去访问外部类的，比如我访问一下这个叫什么 shape， 行吗？定义报错了吧？为什么呢？看看这个写法 ，cannot make a static reference to the 什么 non-static field shape。静态里边呢不能调外部的非静态的，对不对？因为你调到它都不一定有，对吧？因为它从属于堆里的对象嘛，它都不一定有，对不对？记不记得？记不记得这个规矩？好，那我们继续。现在我写完以后呢，我想调一下这个 year，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看一眼，这么调 face 点是表示内部的那个类型，对不对？跟刚刚是不是一样的？好，那么这里边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直接 new 了？ new face 点什么什么这个类型吧？看懂了没有？跟上面是不是不一样？啊，不一样吧？所以我在这儿呢，假如我要 new， 那我就干嘛？直接 face 点什么 air， 对吧？然后呢 new 什么 face 点 year， 行了，对吧？然后呢 listen， 对吧？好的，这是关于我们的静态内部类。好，我问大家，静态内部类刚刚讲了，它不能直接使用外部类的普通的属性，那我假如说我能不能使用它的静态属性呢？写个什么静态属性啊？
face 啊，真不知道写什么了，随便写一个吧，F 好不好？颜色，颜色也行啊，颜色吧，color，脸色，什么脸色呢？红色是吧？啊，红色不太好啊，红润是吧？脸色红润，可以吧？好，脸色红润嘛。来，我们看一下，我在这儿能不能访问他？color，可行吗？可行吧？好的。往下走，总结一下，其实很简单。我们回忆一下，普通的成员内部类，它可以访问外部类的普通的属性方法，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普通的成员内部类可以看作什么？外部类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属性一样，对不对？它可以直接去访问它那些内容。然后呢，我们要调的话，它因为普通内部类对象呢，必须寄宿在什么外部类对象里边，明白了吗？所以呢，必须先有外部类对象，你才能有内部类对象。记住没有？就这两句话。静态内部类呢，因为我们加了三类修饰以后呢，它是相当于什么呢？静态内部类。那么它存在呢，它的外部类对象呢不一定要存在，明白了吗？所以不一定存在的话，那你能不能直接访问外部类的相关的属性？普通属性？不能吧？因为普通属性是不是从属于对象呢？对吧？你此时的话，外部的对象都不一定有，那你直接访问行吗？不行吧？对不对？OK。但是呢，静态内部类呢，可以直接访问外部类的静态的属性的方法，明白了吗？就这样两个小内容，记好没有？啊，没问题吧？这个有时候呢，有一些比较变态的面试题，可能会也会考啊。他可能会问你这个这样对不对，对吧？你只要记住我刚刚那两句话，应该就没问题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不记得了，想一想。